欢迎收看《遇见黄韵玲》，听见新声音。每一次呢，在节目当中，我觉得上帝总是要安排很多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上课，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哦。那尤其是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忧郁一直都是每一个人哦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是，不管是事业上或者是家庭上，当然会现在讲出来了，我会觉得说，唉，因为。我自己真的，而且我后来发现我为什么这么呆呀？怎么没有把所有事情交给上帝，然后自己在那边烦恼？对，所以我觉得在电视机前面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我想这个忧郁也有分很多轻跟重，或许只是小小的忧虑，但是今天我们请了两位专家来我们节目当中，希望也可以帮助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找到喜乐。我们欢迎陈小梅教授，还有陈秀英导演。欢迎大家好。有主爱同在充满我的心，生命在此盼望之地，荣耀圣洁之地。
节目一开始呢，当然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在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很坦诚地跟你承认我们自己所不足的地方。是的，如果在今天我们有一些反省，有一些收获，谢谢主，你照亮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找到你给我们的光往前走。也希望今天所有的话语，你告诉我们的，你在我们身上做的工，我们也可以相同的，也可以传达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也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可以有平安、有稳定、有喜乐，有你与我们同在。将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保守我们接下来的美好团契。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其实，真的一开始，我觉得要非常谢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哦，因为这个忧郁症是现在哦，每一个人不光光是我们自己认识的人，包括每一天打开报纸，然后看到，也许都是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个很多艺人。他们也会受不了很多的艺人承受的压力比较特殊一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说不去了解，就是假装没看见，或者是忽略它，这是不应该，这是不行的。我们反而要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且呢，其实忧郁症跟这个自杀是有很大的关联。对，没错没错。如果说忧郁症里面比较严重的话，重的忧郁症，大概每7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自杀身亡，就是说自杀，而且是真的死亡，而且自杀的人里面，大概有70%都是跟忧郁症有关系的，所以在很多人说这个是本世纪3个最重要的疾病啊，癌症、AIDS 跟忧郁症。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要来念一段经文。好，这个经文请所有的朋友翻到哥林多前书13:1-3。我们一起来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受，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爱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所以会不会是在这个时代哦？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很忙碌，其实基本上自己跟自己能够去和平相处。对，真的是比较难哦。对对对，而且人跟人之间的关怀也比较少，现在比较疏离。对，所以呢，刚刚我们讲到说，忧郁症跟自杀其实有很大的关联哦。但是呢，我们如何去这个避免，或者是我们如何可以，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把我们自己脱离那个释放出来，解帮助自己，是是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情的这个高低，有时候起起伏，有时候觉得心情比较好，有时候比较差，这个其实不是忧郁症。所以除非说这个你的情绪一直都在很低落的低状况，而且它影响到生活，而且你完全提不起劲，你觉得生命很没有意义，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忧郁症。不过如果是主要忧郁症的话，其实它是需要协助的，就是我们需要专业的协助。这个协助包括有时候是吃药，精神科医师可能会开一些药。那另外有一方面是做心理治疗。那这个心理治疗一般来讲对轻度的忧郁症是比较有效果的，但是如果是中重度的话，其实是配合药物然后加上治疗是最有效的。那种课当都是很爆满的，可是有些人就会说啊，你学人际关系，那是不是你以后就知道人家在想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操弄别人了？我觉得其实不是，他是教我们怎么样更了解别人，更关心别人，更能够同理别人。现在强调是要怎样会快乐，怎样会让你更有 productive， 更有创造力，强化自己，怎么样？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于说以前认为说没有生病就是快乐，快乐没有不快乐就是快乐，没有不幸福就是幸福，没有疾病就是这样，其实不是。
实呢，这个陈老师呢，他也可以算是这个非常早期就已经在帮助很多有这样子的这个问题的一些病人。不敢不敢，其实我自己并不是这个临床心理学家或者是精神医学家，我比较是社会心理学家。那所以我们从的角度其实比较不是治疗这个部分，而是预防。对，所以如果说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比较快乐的环境，比较强的这个 social bond 的这个人际关系，那也许比较不会。我不敢说啊，因为这一定是后天的。当然，先天也有一些可能让他比较容易，那个体质，或者是说他比较敏感，因为艺术家就会有这种特质，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互动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能够比较更多的准备、更多的了解、更多的朋友、更多的那更多的关怀，那可能就。对，所以呢，这个陈老师跟导演其实是有一个协会是健康家庭，对对对。那健康家庭，就以前我们会讲说，当然是需要有一个很健全的家庭。可是什么健全家庭？对，健康家庭差别在哪？讲得非常好。我们当年成立这个，我们大概民国1985年就成立。当时我们很强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健全，不一定要健全，不一定是完整的家庭，它才能健康。其实我们因为很多原因，可能某一方早过世，或者是因为离婚，或者因为死亡，因为各种原因都可能，这个家庭不一定是完整的家庭。但是不是完整的家庭，即使是离婚的家庭，还是可以是健康快乐的。大家分开还是好朋友，尤其是不要对孩子产生影响。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强调健康家庭的概念。健康家庭有一些特点。健康家庭有它的核心，健康的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健康的家庭是我们大家有一些共同的活动，还有家的一个概念，感觉家的概念也有关系。然后我们有，例如说家，我们现在想到自己的家，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可能是你过去一同做的一些事情。妈妈带你去某一些地方，爸爸带你一起包饺子，对，是不是？那这些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家庭，它有一些共同的活动，它有一些共同的信念，它有一些沟通的管道，并不是说我们一个健康的家庭，我们就没有吵架、没有争吵、没有冲突，不是，我们还是会有。我们也可能我们家庭成员里面还是会有人有心理的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在那样的情况，就像信主的人来，像你们，我觉得你们很棒，就是因为你可以交托在神的手上。不过说到，我觉得尤其是女性，其实女性会碰到的这个周期是很多的转变，比如说。你有小孩子，到小孩子成长，他离开你，对，你有这个空巢期，是这个真的那个情绪是，对，你从一个少女，从一个少女转到一个家庭主妇哦，到你要做一个职业妇女，然后到孩子长大，对，哦，那到孩子离开了，他成长以后，他自己做事了，或他另外组织家庭，所以这个妇女她在生命上，她会经历非常非常多的角色改变、大事件哦，角色改变，对，其实她怎么去调整？其实男人也会说，我也是，男人是变成。先生变成这个爸爸，然后变成主妇，承担什么？但是女人的转变的确是比较大，因为她的责任对家的责任比较多。男人他永远是男人，当儿子的时候妈妈照顾，当这个先生的时候太太照顾，当爸爸的时候女儿照顾，当主妇当这个时候有媳妇照顾，他都变照顾，他不用干什么改变。女生因为她会有比较多的，比如说生小孩，她怀孕，所以她生理会有很多变化，没错，对，那它会影响心理，会影响，会非常多的影响。而且，毕竟我们大部分的照顾孩子的责任还是在女性的身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性别平等。然后，我常说两个人才能创造一个小孩，所以要两个人才能一起照顾一个小孩。所以，如果现在越是这样两性平权的时候，可能女性的压力会少一点，因为父亲很乐意的来扮演这个父亲的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朋友可以变成我们的这个他的一个角色。家庭的一个，我有一个好的朋友，我虽然没有爸爸，可是妈妈，我们有很多好朋友，我的叔叔，我的伯伯子，他都可以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健康的心态，对，没错，对，这个是真的很重要。但是哦，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很多人他知道他自己有一些状况，就是他情绪是不稳定，可是他又不去看医生，他也不愿意寻求帮助，对，这个是比较。
是不是还是会有那种？是这个寻求专业协助的比例本来就很低，即使是在大学校里面，学生有问题，他会去寻求专业协助的都很少。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时候，我们的朋友这么重要，我们的家庭家人这么重要，我们的亲戚这么重要，我们的同事这么重要，我们的健康家庭协会这么重要。对，我们周围的这个支持的力量。对，如果说他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他能够属于某一个协会，他知道有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去，这不是很棒吗？对耶，这是我也要加入，这是我们协会的宗旨。对，我也要加入。所以像导演，其实自己也是曾经被忧郁困扰过。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忧郁症哈，那也是就是每天就情绪低落到，就是讲说对生命已经好像很负面的一个态度。但是我自己这个看医生啦，哦，那当然那个时候也正好去政大，也是因为陈教授他们给了我一些很多的这个课程的一些训练，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就才能够勇敢的走出来。我觉得既然我不会死，对不对？我也不想死，讲真的。那么就好好的活着，让我自己快乐。我虽然我是一个人哦，然后但是我养猫养狗，我也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啊。对，他现在是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大家长。哇，所以听说这个像这个健康家庭，其实有很多帮助的一些计划，对不对？是。对，那可不可以导演讲一下？在之前其实陈教授他们在创立的时候哦，那他们是有很多课程，那有很多就是给孩子的啦，哦，给父母的啦，这样子的课程。但是到了我这一届的时候哦，那因为我们有文化艺术这个背景哦，所以呢，我就跟陈教授我们就商量了，就是我们做所谓的一个把戏剧结合到心理上，然后结合到一个心情上，我们怎么去调整，做一个全人的一个课程。怎么样是一个全人成长？我们不是说只有在学校在学习，其实我们离开了学校，我们在职场上还是要继续的学习。那么我们即使做了主妇啊，做职业妇女啊，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缺陷，我们都必须要去整理它。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人生不一样的阶段，它有不一样的角色扮演呐。那我要怎么样去调整？我要从哪里去学习？我要从哪里得到这方面的知识？那当然是中国健康家庭协会。是，所以这个有这个戏剧的背景，那当然导演对，因为现在其实一般人对戏剧哦，我们所谓有个戏剧课程哦，那么戏剧的课程它已经不是说我来上戏剧课程是为了我要去演戏哦，因为其实很多人他来上课，他这个戏剧表演学哦，它可以应用在生活上很大块的，比如说你有一些场合你需要去演讲，对的，如果你会一些表演的基础，你知道我怎么样传达我的眼神，知道怎么样用手势去传达我的一个情绪，那么或者是说人际之间的互动，有些人在同事在职场，他不会跟同事互动，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所谓人跟人之间的对人际的互动，对不对？即使夫妻都有人际互动，或者是在学校在职场上，你跟公公婆婆，对不对？或者是说丈母娘啊，哦，老丈人，这些都是人际。我知道了，你要有一点点的表演在里面。我知道了，所以其实这些还是跟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是最直接的，是对。我自己在学校也开人际关系的课啦，然后那种课当都是很爆满这样。可是有些人就会说啊，你学人际关系，那是不是你以后就知道人家在想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操弄别人了？我觉得其实不是，他是教我们怎么样更了解别人，更关心别人，更能够同理别人。对，所以我这个戏剧哦，我们以前健康家庭本来以前都是因为很多是心理系的老师，还有一些医生、明代等等大家组成的，都重点就是大家都关心家庭，都需要每一个家庭都更好。是。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因为我们的孩子都还小，所以我们就很关心那个小孩的成长，就办了很多孩子的成长、孩子的 EQ 营啊等等的。等到我们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我们就办很多跟青春期有关的，因为每次走到那，为什么这青春期孩子这么叛逆，为什么自己的孩子我们都教不好？所以那时候就办比较多这样。等到我们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关心这个自己快要空巢期了，对，来开始关心女性本身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健康家庭就是每一个在这里个体分享每个人的经验，对，然后我们要每一个个体都健康，然后之间的互动都健康，然后
就可以很有强的凝聚力。这个忧郁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到那个时候其实是把自己关起来的，对，他也不跟大家联络，没错。可是他是会对所有的事情都没兴趣，对，没错，没错。那然后就你如果没有一些兴趣，你怎么能够活着下去？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活，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其实让大家在。之前不要说我等到我有忧郁症我才来知道怎么学习，如果我们之前就已经知道我怎么处理，哦，所以它可以预防的，对，它有一些，它有很多部分是可以。最近的一些研究对情绪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以前觉得说情绪是一个向度，从正的情绪到负的情绪，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跟整个心理学界的这个发展也有关系。现在的心理学界非常强调所谓正向心理学，以前都是做负的，例如说为什么压力，为什么你有压力，为什么你有习得的无助，为什么你有会生病，身心会疾病，为什么忧郁症，为什么不快乐等等等等。现在强调是要怎样会快乐，怎样会让你更有 productive， 更有创造力，怎么样的？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于说，以前认为说没有生病就是快乐，没有不快乐就是快乐，没有不幸福就是幸福，没有疾病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后来发现不是，你可能没有生命的目标，你对生命没有不满意，并不表示你对生命满意。所以现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让你更正向、更快乐，让你更觉得这个人生有意义。好，这是正向心理学强调。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研究发现说，正向的情绪可以 undo 克服负向的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其实有一些正向情绪跟负向情绪，它是在脑中的不同的部分里面打来下去。对。但是如果你有很多正向的情绪，你可以克服那个负向的情绪所影响的。所以要正面思考。对。正面思考是一个，还培养好的情绪。例如说，我们常常说，我不快乐的时候去唱唱歌啊，看看戏啊。其实是真的，因为你看快乐的影片啊等等，你会。会克服你那个，你会克服你那个本来生气、悲哀、就是环境它其实那些情绪，你要怎么样去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让你自己是属于那里面的一部分。对，哦，然后你这样完整的自己，你才能够预防这些哦。当那些不好的情绪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克服它？你就会很简单的这样子。对，我还要澄清一个概念了，就是尤其我们因为今天谈到这个忧郁症，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忧郁症如果我很严重，我要去看医生，然后看医生我吃药。吃药其实在所有的精神的这个疾病里面，忧郁症是药的疗效其实是最好的，是有必要，是真是有必要的。但是你如果吃药，你就可能还有你接受心理治疗，然后你就会状况比较好。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在情况转好的时候，其实是最容易发生自杀的情形。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每45分钟有一个人死于自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怎么样去预防它？它还有很多症状。对对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Fact F A C T 这样 ，F 就是 feeling 嘛。如果你看忽然觉得他情绪很不好，常常会觉得说啊，自己没有价值，我活着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人会注意到啊。如果我不在，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啊，什么这种 feeling。第二个是他 A 嘛，哈 ，A 是 action 或者是 event， 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最多的是经济。占事业了，对，没钱了，对，男朋友劈腿了，什么这种事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的症状，你要他可能导致自杀。提醒大家，在情况转好的时候，其实是最容易发生自杀的情形。比如说，所以不要以为说稍微好了，大家就不去看，或者家人就不去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忧郁症到很严重的时候，他是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的。但是当你比较好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反而才有力气做出来。所以我也不是要吓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周围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看我们台湾现在每45分钟有一个人死于自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怎么样去预防它？它还有很多症状。对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可以，例如什么？我先举一个例子。哦，他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叫 FACT， F A C T， 这样。FACT 就是 F 就是 feeling 嘛。如果你看忽然觉得他情绪很不好，常常会觉得说啊，自己没有价值，我活着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人会注意到啊。如果我不在，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啊，什么这种 feeling。第二个是他 A 嘛，哈 ，A 是 act。
action 或者是 event 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现在最多的是经济，忽然失业了，对，没钱了，对，或者失恋了，对对，男朋友劈腿了，什么这种事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的症状，你要他可能导致自杀。然后fact C 是 change， 如果你看到他有很多的改变，忽然很外向的人，对对对，很外向的人，很喜欢去玩的，忽然不参加活动，或者刚好相反，很内向变很外向，很安静变很爱讲话，或者很什么改变很多的改变，安静的也会变得，忽然你就这样变化很多的，变怪了 ，change， 对对对，变怪了，变怪了，或者变奇怪，这个 change 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第那最后一个 T 当然是 straight， 就是威胁某一些事情威胁。其实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是什么威胁，例如说。这个跟 change 一起连下来哈，例如说什么呢？你说看到他的改变是什么？例如说，他开始安排他的生活，他开始送把他的送的把他的东西都送给人家，哎，从来没有跟某些人打电话的，忽然就去打电话，其实这是在交代后事，他真的是有计划要死，所以很多人的迷失以为说自杀就是忽然起意然后就自杀，其实不是。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多去提醒别人，或者是多关心别人，其实我觉得能够去付出，这样其实是幸福的人。对，没错，可以付出的是幸福。对，你能够付出是真正的幸福。所以你现在最幸福，因为你要做一个协会。感谢主，感谢主。对，而且呢，听说在这个健康家庭当中，还有这个戏剧的呈现。对，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今年这个年度啊，我们要推的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全人课程。嗯，那其中当然包括自我成长啦、妇女成长的课程，还有儿童教育啦啊，和夫妻的关系啊。嗯，那当然因为我们有戏剧的这方面的人才，所以我们就会加入一个戏剧，所以我们叫做戏剧治疗。其实怎么治疗，其实就是一个抒压，让我们的情绪能够去真正得到一个解放，然后有一个出口，然后而且是就。真的是学习成长。那我们到最后，其实这个最好玩，就是我们的课程我们结束的时候啊，会有个呈现吗？哎，对，成果展。那我就是这些所谓的素人表演，他们就要上台去做一个舞台剧的演出。而且这个其实有一个自我疗愈的功能，没错。其实呢，因为我自己也有演舞台剧，我觉得它其实已经帮我很多。正确。对，因为当你自己去体会那些你没有演过的角色，对，你去体会过，你才发现说，哎呦，另外人家的生命是幸福的。对，你从戏剧里面其实看到很多别人的故事，你不是一定要去亲身体验那个痛。对不对？我为什么一定要说生命里面一定要经过这么多的疼啊痛啊？其实有时候你在演讲说哦，原来你就会有同理心，那你对自己的一个表演，其实也是自我的成长。我觉得哇，我还会表演哦，我除了什么什么样，我还会表演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全人成长课程里面哦，我们最后真正的呈现就是所谓毕业展啦，应该是这样子。毕业展，哎，就是用戏剧舞台剧来表现。所以有一个舞十妈咪。我们叫妈咪五十，因为我们要招100个人啊，然后真正最后我们在课程中间，我们有一些他适合上台的，适合做幕前，因为我们有幕前幕后嘛，啊，50个人就做幕后工作了，然后50个人就上台了，啊，所以我们叫妈咪五十。哇，妈咪也不是一定要限定说真的妈咪，一定说哦，像陈教授他有儿子有女儿有孩子什么什么，他是妈咪。那我也算，我说我是2只狗一只猫的妈咪啊，对不对？你是所有妈咪的妈咪。男生的单亲的这种家庭，他也是有妈咪的角色，他也要扮演一个妈咪。所以我们这个。戏剧里面也不会忽略男性，不可以忽略。对，我们现在是非常重要，主流化的。所以这个有一个是妈妈乐剧团，对，我们要叫妈妈乐剧团，没错。哇，好可爱，很有意思哦。所以其实哦，如果大家可以在那个生活当中有互相的，比如说合作完成一件事情，哇，那个成就感也是很棒。对对对对对呀，当然在理事长带领之下，有一定会有很坚强的讲师阵容。讲师阵容一定很强，对。有哪些讲师？名师出高徒。那就学生来的，但我们陈教授是肯定的，一定的老师哦。那我也会参加啦。那像马之晴啊，哦，唐琪啊，哦，哇，都实力派。对对对，还有我们朱元平导演，他们都会来做课程。还有你啊，好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演过那个女
那个女人花系列，我很想试试看那种角色。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要演女人健康花，健康女人花，对对，健康女人花，对对对对对，其实真的不错。所以就有很多固定的课程，对，有很多必须要上的课程。其实在这课程过程，我们自己成长哦，那也学习到怎么样的人际的互动啊，这些很多的意思。所以重要的不是只有表演的课程，对，其实很多是成长的课程。没错，对。可是我想在表演的那一刹那，可以看到每一个妈咪，每一个对女性，她们在背后的不一样的家庭背景。你想想看，50个人来自不一样的家庭，有多少的故事可以在里面？哇！我们的导演哈，我们的导演他是全民大闷锅的编导。谢念祖先生，哇，那很厉害了。对对对，他最擅长就是现场来了，现场即兴创作，所以这个是完全的大家的一个参与。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一系列的讲座或者是课程，其实都已经在整理了。对，哇，好棒！我觉得是提供很多的。哎，那爸爸可以去吗？我就说爸爸也可以，因为他有时候妈妈出去上班的时候，他要在家带小孩，他也在做妈咪的角色，他也在当妈咪啊。所以爸爸妈妈一起来，欢迎，对对对，欢迎欢迎，对对，好有趣，因为这是真正的一个家庭活动。对，所以在二位哦，就有没有在你自己处理的很多的案例当中有看过，其实是互相的帮助，比如说先生帮助太太，就太太的陪护着他。也有很多这种，当然有了。这个要成功，不管哪一种疾病，不是说只有抑郁症。那个家人的 support 是最重要，家人的支持是最重要。那先生太太当然是最重要的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 是最重要的他人。他们对他有信心，他们在那边帮忙他走出来。对，所以不只是心理的健康，包括自己身体的健康也是要注意。身心健康，其实心理上的健康哦，它真的会影响生理上非常大。我身体生病了哦，但是我的信心很坚强，我知道我会好。那么我对医生有信任感，那我对家人有一个，甚至对家人有责任，就是说我一定要好起来，因为这样子我的父亲会高兴，或者我的先生，或者是我的太太会他不会难过。我为了他们，我要好起来。所以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他的病很快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的心理上好累，那就越来越累了。其实它反而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免疫系统啊，这些反而造成你身体上很多病。对，这是真的。哇，所以呢，健康家庭不只是照顾到这个所有女性的心理，还有生理、心理。我们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些是医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心理跟生理，我们第一次办的原因会，我们就是希望心理、生理两方面都做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刚刚我们讲到前面那个正向跟负向的情绪，他们就发现，例如说你生气啊、愤怒啊、嫉妒啊什么那些情绪的时候，那你的生理反应就会很强。但是呢，如果你让他看那个温和的、快乐的那个笑的，他的这个反应就减缓了。好，那所以互相的情绪常常导致你很多这个所谓的心血管病变，就一群人早上聚在一起，然后就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笑着，对，你看，你觉得怎么？其实你勉强自己去假笑，对，都会变成真的笑。想到快乐的事情，对，然后勉强笑，那你觉得开始你是笑不出来，怎么那么笑？跟你看人家的样子很好笑，你也就真的笑，你就越笑越快乐。对对，你真的不相信的话，你如果越那个，你就一直很难过，很难过，你就装很难过的样子，你就越难过，就越来越难过。别人看你也难过，你自己看自己也难过。所以互相的情绪常常导致你很多这个所谓的心血管病变。对啊，压力太多的时候，会压力，像压力很大也就容易这样。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快乐的这些事情让你快乐，可以 cheer you up。还有一个研究很有趣，这个叫脸部回馈假设，让他们脸部回馈。你拿一支笔哦，因为他们那时候开始做其实是日本人，他们日本人都很拘谨嘛，都不笑。他们就后来发现说，现在尤其是做国际贸易哦 ，sales 要笑啊，就可能你教他笑，他不会笑。就怎么办？就教他们，他就拿一支笔，叫你用一组是用嘴唇咬着，lips， 一组是用牙齿咬，对，结果呢，让他们看，在一组是用牙齿咬，一组是用嘴唇咬，然后让他们看一个影片，卡通影片，然后哪一组来评价说这个哪一个
那就来评价他有多有趣，还有你有多快乐。嗯，你猜是哪一组的人会觉得比较影片比较有趣，觉得自己比较快乐？是用嘴唇咬还是用牙齿咬？牙齿耶，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看起来比较好笑啊。对对对，你就像这样，对，就因为你属于快乐的人吗？是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所以就表示说什么脸部回归，因为你笑，你就会快乐。啊，我们平常觉得说你快乐，所以你才笑。但是如果你常笑，你就会快乐。因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对，因为你用牙齿咬是比较像笑，哎，对。如果用嘴唇咬就是快乐嘛，对。那你用牙齿咬就是快乐的表情。对，所以以前古人就说过，对不对？一日什么笑三大福，对对对，长命百岁。对啊对啊，现在有一个叫做大笑俱乐部，不晓得知不知道？印度有600多个，全世界已经800多，现在还更多了。就一群人早上在聚在一起，然后就哈哈哈哈哈哈，大家就笑着。对，你觉得怎么？其实你勉强自己去假笑，对对对对，你都会变成真的笑。想到快乐的事情，对，然后勉强笑，那你觉得开始你是笑不出来，怎么怎么那么久？可是你看人家的样子很好笑，你也就真的笑。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说，即使是假笑，他是对。他可以骗你的脑中，他所面对的东西会让你快乐。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个脑哦，好奇妙哦。对对对，就是他会产生。上帝创造我们绝对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笑，对，笑，或者是微笑大笑快乐，你就越笑越快乐。对对，你真的不相信的话，你如果越那个，你就一直很难过，你就装很难过的样子，你就越难过，就越来越难过。别人看你也难过，你自己看自己也难过，装忧郁，对。对，真的不要。那除了少年时期，那个时候还未复心词强说愁，我们年纪大了不用了，对，所以不要装忧郁了。这个真的很好，我也要告诉我的小孩，对，很有趣，其实笑就可是我以前有一个骗他，他常常培养正面的一个，我以前正面的情绪，对，我以前是嘛，每天就想骗我的小孩，我说你如果一直在生气，你的细胞好的会死掉，是真的，真的吗？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它伤害你的身体嘛？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像协会也会就是倡导，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做该做的身体检查，是必要。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有很多很简单的检查哦。那你不要忘记自己要常常要去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因为神创造我们，他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好好照顾。对，真的要好好照顾哎。对呀，好好哦。我觉得，因为哦，可能现在每一个人可能都在讲说，哎，我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很怕说出去，别人会笑。其实真的不要这样子，对，别人也不要用这种心说，啊，他讲了，哦，好笑讲，啊，这样，其实这都是比较负面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尤其是我们刚提到的，比如说忧郁症啊，对，为什么呢？我们就觉得。人家遇到我们不敢去看精神科医生，说哎，我才不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我才不要去做什么治疗，好像我是有病的。其实啊，从我当年在台大念心理系，我第一个就学到的就是这一点。老师就是说，就像我们感冒一样啊，感冒要去看医生啊。对，我心里生病了，我去看医生没有不对。对，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态度。你只要有健康的态度，大家才敢去看精神科医生。你把它想成一个感冒，其实都有生病的时候。感冒有时候我重感冒，有时候我轻感冒，就只是有一点点感冒，那我两三天就好了。对，那有时候你有时候感冒是他会打喷嚏啊，会流血，会发高烧，会很不舒服。那时候你真的要去看医生，你一直拖，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感冒。人一生都会碰到感冒，大感冒、小感冒而已，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不要讲说去精神科，人家就因为精神科就精神疾病。例如是心理门诊或者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对不对？我们都会有快乐不快乐，我们都会有 up and down 嘛，我们都有，有时候我会生病，我会，而且我们很难，我们知道说，哎，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调节？哦，其实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乐。每一个人都健康，每一个人都家就每一个家都健康，社会就更健康，是，那整个人类就更好。所以理事长也会到很多的校园去做演讲。对，我们在去年之前哦，像今年我们还要推动职场的这个职场爱女生哈，我们这个大学生里面的性教育哈，正确的性教育，性观念、性态度、性行为，对对对，我们就去大学里面去推动这个。那还有在一般的职场，我们所谓职场爱女生，我们要怎么样爱护自己哦？那么不管子宫颈癌，我们要怎么去预防它？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它？其实就是说，你的我们除了心理以外，我们的身体都要注意，我们要自己爱自己嘛，对不对？
如果生病生理不健康，其实心里很难快乐。所以我们今年也会推动这个职场爱女生啊，然后正确的性教育到教育院里面去，我们也在推动这些活动。其实光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么多活动，其实应该就够大家非常忙的了，忙死了。对对对，对，而且陈教授又是考试委员，对啊，工作也是非常忙，还要花，我们都要花出自己的时间。对，上网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我们都有一些资料都可以看到。因为我觉得女人常常就比较没有归属，忙孩子、忙家里、忙工作、忙什么。就没有什么归属。我跟每次跟秀英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泡个汤，一起去爬个小山，喝个小咖啡，个活动嘛，一起去做 SPA。对啊，我们上次就这样说。对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个健康家庭可以真的是发挥这样的功能，让大家都很爱去。然后我们彼此都可以分享喜乐，我们都可以成长。对，这是很棒的事情。所以希望电视机前面，如果呢你现在对生活上或者对自己的这个未来还是有一点点彷徨，那没有关系，赶快来我们健康家庭。对对对，我想可以得到很多的协助跟帮助。对对，我还希望健康家庭可以推广那个很好的我们拥抱之后，之前我有参加这样肯爱协会，他们就有办一个，就是 free hug， 就是给我一个拥抱。他们以前把它翻成免费拥抱，我觉得不好。free hug 就是你很 open， 你很 free， 你开放、自由的、真正的、哎、真诚的拥抱。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让我们觉得。有这个，毕竟我们中国人，我们是东方人，保守人比较保守，你知道，好像就好像要去给人家一个拥抱，还是被人家拥抱都很紧张，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推，持续要推这个观念，因为你看，像西方人，他们很开心啊，他们常常就是 give me a hug， 就抱一下。其实我们在家里，比如我们跟孩子会拥抱。对不对？孩子会抱爸爸，会抱妈妈。可是为什么长大了以后他就不再抱爸爸，不再抱妈妈了呢？不好意思。可以呀、啊，还是一样呢、啊。同事之间还是可以抱来抱去啊，对不对？就是一个 hug， 那是一个支持。对，所以现在呢，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旁边是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赶快现在抱一下吧，对，hug 一下啦。对，非常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再来念一次。好。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3:1-3，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从爱出发。是，哇，今天非常谢谢二位。导演要不要帮我们祷告？要，什么祷告吗？对，好，我们在最后一起来低头祷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运灵的节目里呢，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交流，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全人的一些关照。哦，爸父啊，只有你能创造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独立的个体，我们有不一样的思考方式，但是你是我们最终的依靠，你是我们最强的依靠。阿巴父，感谢你让我们刚才的一个小时里面，我们跟韵玲还有陈教授，我们做了一个彼此的互相的分享，也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能够真心情意的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告求， Amen。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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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清香的花蕊，青翠的草坡，谁人种着，谁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受伊养饲拢免烦恼。最最的落雨，伊出过伊落，城市满足，城市安详，总是伊
咱有陪伴，伊是咱上大的帮助。可。